尤其珍珠往杯子里放，饮料店员动作利落，客人就是爱吃这一味。就是一般就是中午左右啦，因为刚煮出来啊，会最好吃啊，最 Q 啊。那什么时候珍珠最好吃？当然是刚煮起来的那一刻。什么时候最好吃？饮料店员流传美味潜规则，最新鲜的时间在上午大约10点钟，煮好珍珠泡糖水入味，口感佳。而分量最多时间点就是在晚上9点到打烊，因为珍珠不放隔夜，能给尽量给。如果想多吃一点又不想加价买，话术五配包。多加一汤匙要加价，但照来讲的话，我们如果要加一点的话，我们会多加一点也可以的。有时候看汤匙啊，有汤匙大一点就会刚好一吃，还有时候摇的熟一点的，就可能要再多加一点。只要说多加一点，就有机会拥有省钱多吃珍珠小确幸。而各家饮料店几乎都有大小两种不同尺寸珍珠，不会比较有咬劲啊。就有的人咬人牙齿不好，对，他可能咬两口他就现在加够干。五十岚和茶汤会管大一点的珍珠叫波霸，来到清新福泉想吃类似产品，直接点珍珠就可吃到 Q 弹嚼劲。小小一颗珍珠蕴藏茶饮店潜规则大学问。三立新闻图文陈欧玉文高雄报道。